这个别针怎么样啊？很好看啊。你知道吗，这个别针啊，它就是新加坡的国花胡姬花，又叫做左锦万代兰。难道又是爷爷拜访新加坡的纪念品啊？没错。欢迎收看今天的听故事游世界。好啊，你对新加坡的印象如何？新加坡啊，他们的街道很干净啊，而且不会随便乱丢垃圾，因为法律管得很严。他们也有很多的高楼大厦，而且公共场所是禁止吸烟的。没错，这是新加坡特殊的景象哦。那你又对新加坡印象如何呢？新加坡啊，其实已经相当的西化，而且到处都是大厦林立哦，所以它是一个相当现代化的都市。可是你知道吗，这是因为跟他们人民非常遵守法律，而且热爱大自然有关系。嗯，那我们今天听的故事也跟大自然有关哦。嗯，故事中的小孩纳丁呢，他非常热爱大自然，但是呢，他又必须遵守国王的律法。想要知道他会怎么选择吗？让我们一起来看新加坡的红杉。纳丁不但放走了雪人鱼，还为了保护香蕉树，大胆反对坏成乱砍树的建议。说得好，所以呢，以现在观点来看啊，其实纳丁是很懂得生态保育哦。嗯，我觉得啊，他应该得到现在的大自然诺贝尔和平奖。纳丁啊，为了阻止国王乱砍树啊，其实这也是一种维护生态的做法哦。嗯，可是他明明知道国王不会听他的建议，他为什么还要国王阻止这件事呢？这个啊，就要讲到新加坡人守法的观念哦。因为纳丁觉得应该借由国王的命令，而不是用武力去对抗。嗯，难怪纳丁和奶奶最后还是选择离开，因为他们不愿用武力去对抗人或者是大自然。可是山为什么会变成红色的呢？一方面呢，其实大自然带给人类的鲜血；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人类带给大自然的痛苦哦。这个故事呢，就是要警惕我们，其实人类跟大自然应该啊维持和谐的关系。嗯，那新加坡在哪里呢？好，来，我们去看一看吧。你看，台湾在这里，新加坡在这里。新加坡呢，可以经过马六甲海峡，又可以到印度洋。这个位置啊，可是东西方海上贸易的重要据点哦。还有，新加坡就在马来西亚南端之外。好，那我们现在就赶快出发去我们世界之旅的第四站——新加坡。Let's go！在西元七世纪的时候，新加坡被名为海城，是苏门答腊的香料贸易中心。到西元十三世纪的时候，新加坡才有了新名字新加普拉，意思就是狮子城。回顾新加坡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位于马来亚半岛南端的地方，长期过着殖民地的岁月。附近的泰国、印度、爪哇，甚至是遥远的英国或是日本，都曾经统治过新加坡，直到1965年才正式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新加坡被那么多的国家统治过，是不是也留下这些国家的特色啊？当然，你从新加坡的四种主要语言——中文、英文、马来语、印度语系，就可以看出来这些文化在这里的影响力。不过，新加坡已经是个相当西化的城市了。所以到处啊，也可以看到高耸的现代化大厦建筑。整个国家由60多个小小的岛屿和一个主要的岛屿所组成，在它所有的小岛之中，以圣淘沙岛最负盛名，是旅客的必到之处。新加坡虽然很小，却拥有繁忙的港口，并且是世界上重要的货物转运站哦。在写什么啊？我在写我对新加坡的想法呀。嗯，希望台湾也能让自己在国际上变得更重要，学习新加坡的法治精神，建立一个更有效率的社会。
好了，我们今天要推荐施欣瑜同学，他有带他的旅游经验要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哦。又到了我们收藏与分享这个单元，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同样也邀请到了三位特别来宾哦。第一位呢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傅君阿姨。嗨，大家好。在她旁边呢就是侯敏媛。嗨，你好。还有黄磊。大家好。你好。那黄磊啊，我现在跟你聊一聊好了。我知道你去新加坡去过两个月嘛。对对。那你可以跟我们聊聊你去那边那时候去哪些地方玩吗？我有去东海岸啊。然后圣淘沙夜间动物园，圣淘沙，还有夜间动物园。对，那我们现在看这个，我知道这一个是就是圣淘沙那边的一个海洋馆嘛，而且哦，这个海洋馆还是在全亚洲最大的一个，对，对不对？对啊，那你还去夜行动物园，那边有什么特别吗？那边就是坐缆车啊，然后就是只有晚上才开放的。然后坐缆车，它那个动物就在旁边，没有栅栏，你就可以去摸它什么什么的。啊，真的吗？对，可是会不小心被一些动物咬到。不会，是比较温和的动物。真的哦。所以里面的动物也都是夜行性的，对不对？对。那还有这一张 postcard 就是明信片，对，是也是你带来的嘛？对不对？其实新加坡是一个岛国啦，但它现在推行绿化推行得非常好，所以呢我们这边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绿色的植物，非常漂亮，还有很多美丽的花在那个道路两旁。对对，还有女人呢，你有什么特别的介绍？我带来了邮票。是哦，我看到这个，这是新加坡的国花，对不对？对，是兰花。对，左景冠带来，左景冠带来，还有米元还带来了这个新加坡的钱币呢，是，对，你看大大小小各个不同的颜色也都不一样，对，还有我看到这边呢，你也带来一些你在新加坡照的照片，对不对？这是你吗？那你可不可以聊聊这什么地方？坐在一个轿子里面呢？对啊，那是仿照唐朝古都，长安。长安城是不是？它叫唐城，对不对？它这个地方叫唐城。特别好可爱啊！然后你看，文化都保留下来，还有跟一个古人的一个唐朝的女人在那边拍照。其实唐朝的女人感觉脸好大，唐朝的女人看起来这样。还有在这个地方嘞，你可不可以聊一下？金碧辉煌的马来博物馆，马来博物馆上哦，所以它里面就是会看到很多有关于马来的东西，对不对？对。比如说像这张床是不能坐在上面，因为我看你们为什么不能在这里拍照哎。它是可以开放人家坐，不过要小心。谈到新加坡为什么会有马来博物馆，就可以谈到新加坡的种族了。新加坡其实最多的大概有四分之三是华人，然后呢还有一部分的马来人，还有一小部分印度人，所以它是各种不同的种族的居住在这个岛国里面。那讲到这个就想到说，那么多人居住，那他们到底用什么语言呢？所以他们的语言就非常的多了，他们讲华语，然后他们讲马来话，然后他们也讲印度话，然后他们也讲英文，然后也有很多的广东话、潮州话，对，都有都有。所以我在那边大概一个月，我是去拍戏的。那我们看我们工作人员怎么做，他们就很好笑，他们可以讲话哈，讲两个字中文，然后讲一个字英文，然后讲一段马来话，讲一段广东话，就是把不同语言都掺杂在一起，通通掺杂在一起，所以他们通通都会。这些语言他们都会，可是呢，他们没有一个是道地的。我们听他们讲英文，就有新加坡腔的英文；对，我们听他讲华语，他们新加坡的华语都有一个腔，有他们自己的腔调。对，所以很有意思。不，我觉得新加坡人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对，但新加坡又很干净。为什么他会那么干净？跟他的这个刑责有关。他如果说你犯法了或犯罪，那个刑罚非常的重，他会把你抓起来，然后鞭刑。所以我知道这个鞭刑是最可怕的，这很可怕哈。所以新加坡你绝对看不到人家乱抽烟在公共场所，那你也看不到人家吃口香糖。吃口香糖在公共场所是被禁止的。而且我听说好像是外国人啊，你到新加坡啊，就算你只要在那边犯了法，就是你外国人他也是把你就抓来会鞭刑。对，如果说你很严重的话。所以新加坡的法律真的很严格。可是对我们一般不犯法的人，他就非常的安全啊。对，好，这是真的，看看我今天带来的，我带来这个一个，你看这是一个狮子头，然后鱼尾，它是一个图章。但这个东西呢是什么？你们知道新加坡还有别的名字叫什么名字？我知道，叫什么？是狮子城。狮子城。对了。好，其实这个是新加坡的象征啊。新加坡在17世纪的时候，它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字，它叫做海城。是。在到了13世纪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王子，他到了新加坡去游览。
这时候呢，他看到一个动物，他觉得这个动物哇，头部是黝黑的，然后身体是彩色，他觉得非常的漂亮。可是呢，其实那就是一头狮子，只是他们学过动物学，他不知道那个是狮子。对，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给这个新加坡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新加普拉，它的意思就是狮子城。嗯，我们看到那边来，好大的一个狮子，对，很大，就是新加坡城的象征。其实呢，今天真的很谢谢你们三位呢，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新加坡呢，他们是由非常多不同的种族呢，然后结合在一起，所以很多很多的特色在里面。那当然呢，在新加坡呢，它可以把这么多不同种族的文化哦，都这样巧妙融合在一起，是真的一件很棒的事情。那非常谢谢你们三位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特别的东西，然后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新加坡的故事。不客气，谢谢，谢谢你们。对了，君姐姐，我们经过马六甲海峡，是了解了这么多新加坡的发展过程，那我们下一站要去哪里？下一站呢、啊、是我们的第五站，不过我们还是要先看路线图哦。好，走，好。路线图，哎，我的百宝箱，下一站是哪里呢？看一看，下一站就是，蒙古，没错，我们的第五站就是要去蒙古哦。中国北边的蒙古啊，长了一大片青青的草原的地方。对，听说上面还有什么叫做蒙古包，对不对？对，没错，那个就是中国民谣的草原故乡哦。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于蒙古的故事吗？那就请你们继续准时收看。听故事游世界 ，OK， 拜拜。欢迎收看《听故事游世界》。来，好好，我帮你带上这个。哎，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可是爷爷的宝贝，叫哈达。哈达？什么是哈达呀？这个啊，其实是一个友谊的礼物，应该说呢，是蒙古人呢为了表示友好，而且彼此之间的一个约定的一个信物哦。你知道吗？事实上呢，这个哈达跟西藏的喇嘛教以及西藏文化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且呢，在16世纪的时候已经传入蒙古，一直沿用到今天哦。通常呢，是师父在见到弟子的时候，弟子就会呈上这个表示尊敬，然后呢，师父呢会将这一个啊再系在弟子的脖子上，然后呢就是表示祝福跟加持的一个回礼哦。君姐姐，这个哈达就代表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友谊。没错。今天呢我们要看的故事啊是跟这个牧羊男孩杜姆有关哦。他一心一意呢只想留在大草原上牧羊，不过他却发生了一连串精彩的冒险故事。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请看蒙古的牧羊男孩。好哈，你对这个故事有什么感觉呢？我很羡慕杜姆啊，虽然他没有完成学业，不过从大自然中学到的经验，最后当上了可汗，也让他啊从冒险经历中大开眼界。那君姐姐你认为呢？我觉得啊，杜姆因为听从了巴特的忠告呢，所以他对大自然做了一段真实的记录，而且他还发展一段对自我寻找的历程哦。这也就告诉我们啊，杜姆他学习到了诚实的重要性，以及要勇敢去面对任何事情的勇气哦。因此啊，他也当上了可汗。我觉得巴特对杜姆的谏言有很大的帮助，才能让杜姆发掘出自己的能力。这也就是朋友的重要性啊！你知道吗？这个丞相啊，陪杜姆一路这样走来，所以让他渐渐的去了解这个治国之道。我觉得杜姆啊是最诚实、最勇敢，而且最有智慧的可汗。没错，这也是蒙古人最重视的美德。那君姐姐，我们来看一下蒙古的位置吧。好，那我们现在赶快去看一看。这里就是台湾，然后这里呢就是蒙古，在蒙古上面是俄罗斯，下面是中国。好，那我们现在赶快出发去我们世界之旅的第五站蒙古 ，Let's go！ 你看蒙古，东有高原、山岭、盆地，还有沙漠，也有河流和湖泊。再加上因为气候干燥，自古以来就发展出这种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君姐，你看，有蒙古包，还有好多好多的马群跟羊哦，真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还真没错，这句话就是用来形容大草原上游牧民族的生活景象的。君姐姐，成吉思汗不是蒙古人吗？对呀、在西元13世纪的时候，蒙古族的酋长铁木真被推为大可汗，也就是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帝国。当时非常的强盛，
据说蒙古帝国到目前为止还是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呢。后来忽必烈还建立了元朝哦。蒙古民族真不简单，秋英姐姐，他们是在比赛摔跤吗？是啊，摔跤只是那达慕盛会其中的一个竞技项目，另外还有骑马和射箭，被称作男儿三技。什么是那达慕啊？那达慕在蒙古话里就是娱乐的意思，牧人们会在水草丰美的季节从四面八方盛装的赶来参加，在广大的草原上竞赛，充分展现出了他们英勇的民族性。嗯，君英姐姐，你看他们直接把羊肉割下来吃，哎，好特别哦。他们习惯以吃炒米喝奶茶，也就是在茶中加奶油和少许的盐来当做早餐，中午和晚上则是以羊肉和牛肉为主。他们是在表演拉二胡吗？不是，你仔细看那个乐器的顶端，很像马的头哎。这就是叫马头琴。据说家用的骆驼听到了马头琴的声音会被感动，就会主动的去找小骆驼，然后喂饱他们。蒙古人好像是个很热情的民族哎。没有错，蒙古民族是个热情好客、待人诚恳的民族。每当草原上有客人来访，不论彼此是不是认得，主人总是会热情地接待客人，而且当蒙古姑娘用哈达托着酒壶，用盘子托着酒盅，唱起蒙古歌谣的时候，总是会让人盛情难却，并且也充分可以享受到草原民族的热情与豪迈。真特别，蒙古这个地方的文化真的很特别。不知道其他的同学想法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呢？好啦，今天我们要推荐赖宣伟这位同学，他有带蒙古的旅游经验要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哦。咦，找到了，哈哈，来，这给你带，海盗帽。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啊，跟这个海盗帽有关哦。欢迎收看今天的听故事游世界。这顶海盗帽啊，让我想起《北海小英雄》里面的北欧国家。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啊，就是有跟挪威有关系哦，所以啊，我们俩才都戴这个海盗帽。嗯，戴这个帽子啊，听起故事就更有感觉啊。你知道吗？以前啊，在这个北欧当海盗可是很神气的哦，而且那些北欧的女孩如果要找对象啊，如果没有当过海盗，她们可是不嫁的哦。为什么？这样子啊，才可以让家里的生活过得好一点嘛。我知道，因为海盗啊都很会抢人家的珠宝和财物，所以家里自然就会很有钱啊。哼。好，我们今天要说的故事呢，是跟挪威的一个小女孩玛伊有关哦。她为了救她的两个姐姐，还有一只老母鸡呢，不惜跟这个树鸡王周旋。想要知道她会怎么跟树鸡王斗智吗？请看《挪威勇敢的玛伊》。玛伊好厉害哦，她是三个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可是她在面对危险的时候啊，却能够冷静地克服困难。嗯。玛伊呢，她没有直接去对抗这个树精王，不过她选择先当她的太太，然后再想办法去救出她的姐姐还有一只老母鸡。要是我的话，我就会跟树精王拼到底，最后把他打倒再救出姐姐。可是凯莉跟茉莉呢，他们两个就是因为直接去对抗这个树精王没有成功，反而变成了石头。这就是告诉我们呢，不可以光使用蛮力哦，我们应该运用我们的机智去对抗这个空有蛮力的树精王。但是树精王是因为怕打雷和日光才会变成石头山的。你说的、啊、一点都没错。借由这个故事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挪威人呢对大战有两种看法哦。第一个呢，就是树精王代表森林般的黑暗力量。嗯，黑森林。另外一个呢，就是太阳代表着光明和温暖哦，然后让黑暗无所遁形。所以你知道吗？我们人类啊，应该好好借由这个大自然力量，然后去克服难关。哎，那挪威位在哪里呢？好，我们现在马上就去看一看。这里就是台湾，然后，哎，这里就是挪威了。哇，这么远啊！嗯，挪威呢是位在欧洲的北边哦，它的面积啊足足有台湾的九倍大耶。嗯，好，那我们现在就赶快出发去我们世界之旅的第六站——挪威 ，Let's go！ 挪威是欧洲最北边的国家，国土约有三分之一是在北极圈内。挪威是一个多山多森林的国家，又被海洋包围，绵长的海岸线不会结冰，是个长形国家。挪威的海岸线非常的曲折，看起来好像是一排不整齐的牙齿。海岸线因为冰河的侵蚀形成曲折的峡湾，这些峡湾是天南两港，
配合境内的高山，就组成挪威最傲人的特殊景观。游客乘坐游艇即可欣赏壮丽的景色。哇，好原始的感觉哦。是啊，因为实在太美而且太原始了，所以有人说挪威是保存最完善的上帝秘密之一哦。挪威还是滑雪的发源地呢。君君姐姐，你看有人在滑雪。为了克服高山和寒带的下雪天气，自古以来挪威人大多是滑雪高手。他们不但发明高台滑雪，还成立世界第一所滑雪学校哦。除了滑雪之外，挪威人也热爱其他运动，像是自行车越野、登山等等，可以说个个都是体育健将哦。挪威一定很冷，下这么多的雪。虽然挪威接近北极，但是它的温度却一点也不北极。挪威的海岸有一股从南方上来的暖流经过，这股南方来的暖流不但让挪威的天气温暖，也让它的渔业相当发达，特别是鲑鱼养殖业。因为这股暖流和北极来的寒流在挪威相遇，形成鱼儿喜欢生活的地方，所以来到挪威别忘了尝尝当地著名的新鲜鲑鱼还有美味的海产哦。挪威真的好漂亮哦，难怪大家都会说啊，它是保存最完整的上帝秘密之一呢。真的很难想象他们为什么要当海盗。挪威啊，因为经常天寒地冻呢，他们在地面上耕作的时间有限啊，只好去当海盗，去抢劫别人的船只，因此他们海盗的名声就是这样来的啊。和现在挪威的形象差好多。对啊，现在挪威可是非常的民主，而且跟以前当海盗的时候完全不同哦。好了，我们今天要推荐张佑宁这位同学，他不但去过挪威，还有很棒的旅游经验要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哦。我开着维京农场要环游世界去啦！看我的彩绘盾牌！哎呦，加扎扎扎！哼，我是维京海盗人，这些啊全部都是我赢来的战利品，今天全部送给你啊！这样你以后就不愁吃不愁穿喽。真的吗？谢谢你。好好，你知道吗？这些维京人啊，在晚上没事做的时候，最喜欢跟家人一起下下棋了。这是他们晚上最喜欢和家人玩的棋盘游戏。你看，哎，对了，君姐姐，我们上次去挪威，那我们这次要去哪里啊？我们接下来去的这地方啊，跟挪威这个国家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哦。好，你先不要讲，让我来猜一猜。第一呢，它也和挪威一样，属于北欧国家，对不对？没错。第二呢，他们的祖先也是令人闻之丧胆的维京人，对不对？对，我们要去的国家就是丹麦。今天呢，要讲这故事跟丹麦有关哦。瓷器娃娃的爷爷要把瓷器娃娃嫁给人面羊身的坏蛋，可是牧羊女就偏偏爱着烟囱先生。想要知道这两个瓷器娃娃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吗？请看丹麦的瓷器娃娃。哇，好感人的故事哦。对啊，自从瓷器爷爷的脖子被固定之后，就再也不能答应山羊将军的要求了。这里面的瓷器娃娃看起来好精致哦。你知道吗？这个瓷器娃娃在丹麦可是非常著名的童话故事哦。另外，它里面的主角这个瓷器娃娃还有老爷呢，都是用这个仿瓷器的材质去做成的。还有，你知道吗？丹麦的瓷器其实跟中国的瓷器有很大的渊源哦。OK， 英文的瓷器叫 porcelain， 就可以叫 China， 所以这个瓷器啊，其实是非常能够代表丹麦的特色哦。China， 那不是中国吗？好。大写的 China 呢，其实是中国的意思，不过小写的 China 就是瓷器的意思。又多学了一个单字哎。对了，丹麦和挪威都属于北欧国家，那他们两个国家很近哦。好，那我们现在马上去看看地图吧，走。台湾在这里，丹麦在这里，丹麦就在挪威的南方一点点哦。他们这两个国家好近哦，而且丹麦这个国家看起来跟台湾的大小差不多嘛。其实丹麦呢只比台湾大一点点，不过它的人口啊却只有台湾的四分之一哦。还有，我们再去看北欧哪些国家？你看，像挪威啊、瑞典、芬兰、丹麦，还有冰岛，总共有这五个国家，其中呢又以丹麦的面积是最小的。OK。我们现在呢，就赶快出发去我们世界之旅的第七站丹麦 ，Let's go！ 如果说丹麦是个小 baby， 海洋就是它的母亲了。丹麦和海洋是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北海作为他们的渔场，丹麦的渔业十分发达，他们的工业也很繁荣。
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是个大海港，在丹麦话说来，哥本哈根就是商人的港的意思。真是名副其实，难怪有这么多的渔船在这里。1000多年前，北欧名震一时的维京人海盗船就是从这里出发去经商探险，不过吓坏当时其他欧洲人。我听人家说过丹麦是一个几乎完美的国家，是真的吗？是有人这么称赞过它。丹麦各项社会福利相当完善，再加上丹麦的政治安定，风景优美，所以被公认为全世界生活品质最棒的国家，因此有人说丹麦是几乎完美的国家。丹麦真是一个好漂亮的国家哦。而且丹麦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国家哦，它还有另一个封号叫做童话王国。哦，为什么？因为童话国王安徒生就是丹麦人，瓷器娃娃故事不但是他写的，而且那个讲故事的人就是安徒生啊。原来瓷器娃娃是安徒生写的。安徒生写的童话故事很多，其中他写的美人鱼故事中的主角美人鱼，现在被做成一个铜像放在哥本哈根，成为哥本哈根的象征。我在想啊，安徒生爷爷一定是在海边看着一望无际美丽的大海，就不知不觉地幻想起来，然后一不小心就写出美人鱼这种浪漫的故事了。也因为美人鱼这个故事，丹麦又称为美人鱼的故乡哦。哇，丹麦之旅真是令人难忘啊。来，好好你看哦。我这里呀、还准备了一张很棒的画稿哎。这两个就是瓷器娃娃，中间这个是中国老爷，哎，那不就是山羊将军吗？这个我知道，这是安徒生，在瓷器娃娃卡通里说故事的那个人。你知道吗？我们应该要把这张画稿好好的收藏起来，等到有一天拿出来看呢，你会想起这个可爱的丹麦故事了。我们今天要推荐姚思安这位同学，他有带丹麦的旅游经验要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哦。小朋友，又到了收藏与分享这个单元。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同样的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呢，就是贾永杰，永杰姐姐。Hello， 小朋友们好，君君好，好好好，君君好，你好。在旁边这一位呢，就是林君贤。大家好，君君姐姐好。你好。我知道君贤，其实你去德国有6年的时间，对不对？对。那你觉得在德国啊，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呢？就是那里会下雪。会下雪，就冬天的时候天气非常寒冷。就是去一些斜坡可以滑雪。好，那你其实你应该会说一些德文，对不对？会。那你要不要用简单的你好吗？就是用德文方式跟我们打招呼。wie geht's dir？就是你好的意思，是不是？OK， 好，那如果我要跟你回答说我很好，应该怎么讲呢？Danke, I'm fine, it's been good。就是我很好。对。OK， 好，小朋友记住了吗 ？Danke, it's good， 就是我很好的意思哦。好，今天在节目当中你们也学到两句德文，对不对？好，那你今天还要特别帮我们介绍一些什么德国的东西？首先是这个很有名的啤酒杯。然后上面还为什么还会有一个盖子？因为防止那个酒会糊掉。其实就是说你这个酒呢，啤酒跟空气接触以后呢，可能那个味道就有一些变质。然后我们有这个盖子呢，把它盖起来呢，那酒的味道就不太会变，保持新鲜，对不对？好，然后你看哦，这个杯子也是你带来的。对。然后这个也是有个盖子哦。然后最特别呢，我觉得这个杯子啊，是它上面有一个这个图形。要不要来介绍一下这个图形？这个图形是代表他们的那些威严和气派。然后我们也注意到它的颜色啊，你看就是蓝白哦。对，其实德国人呢，这是他们巴伐利亚邦里面应该说他们最喜欢的一种色彩，就是蓝色跟白色。我们这边呢还有看到一个小盘子，你要不要来聊一下这是哪里？这是在莱茵河。莱茵河。我知道这个莱茵河啊，那边产了许多的白葡萄，对不对？所以他们的白葡萄酒也是非常出名的。好，然后你看到其实它这旁边莱茵河两旁还有很多的这个要塞。君姐姐，还有很多的城堡哎，我觉得很有纪念性。对呀、然后你再看一看这个嘞。那上面的城堡啊是哪里的？在波王那边贝多芬的地方。
哦，贝多芬的出生地是不是？对。所以我们这边还有看到一个雕像，其实这就是贝多芬。好，再请这个永杰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的德国旅游经验吧。其实刚好我去过的地方呢，德国去过的地方就跟那两个小盘子的地方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去过了波昂，然后我也在这个贝多芬的出生地，也就是那个铜像旁边有照相哦，跟他留念。真的？对。然后莱茵河的话呢，永杰就是有这个乘船，我们就游河，然后一路上看到好多的城堡，那种感觉虽然天气很冷，可是那种感觉呢就像在童话故事里面一样，因为那些城堡都非常漂亮，就开始幻想自己是公主了。好想去哦。对，感觉非常的好哦，好美。那我今天带来的收藏品要给大家分享的呢，就是你看这是什么呢？这是放 Christmas cookie 的那个饼干盒，真的放圣诞饼干。对，圣诞饼干的盒子，他们做的非常的漂亮。那这个城市呢，是叫做纽伦堡。纽伦堡在中古世纪的时候呢，就是德国那边的第二大城。非常的繁华，那个地方呢，他们盛产什么东西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什么东西啊？玩具。哦，那你最喜欢的呢？那那边的玩具一定很多了，各式各样的玩具应有尽有，好漂亮哦。好，我们再过来看看这个木雕。这个木雕呢也是永杰带回来的哦。那么这个是在巴伐利亚那边呢，因为他们的农夫到了冬天的时候就没有事情做啦，反正那边那一大片都是森林啊，所以有很多的木头，所以那些农夫们呢就会拿一个木头起来，哇，他们的手非常的巧，就雕刻出了这样子的一个作品，雕工。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边还有一个很棒的图，这个海报呢也是我从德国带回来的。那么这个是在黑森林当中的一个城市，因为以前呢大家对黑森林都想说，哇，黑森林里面到底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啊，有很多的传说都在里面。但事实上呢，我们看到黑森林里面的城市是这么的繁华，就是他们的市政厅，然后这个呢就是他们前面的广场，很多人们都会聚集在那边。那么下一张呢我们要看到的是 Hildesheim。这个城市呢是这个大家学德文的话呢一定要去这里，因为有歌德学院在这边。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建筑物呢，他们是传统德国式的建筑，屋顶尖尖的，目的呢就是让雪融化就可以直接滑下来了，不会积雪。不会积雪。这样好，今天呢非常感谢你们两位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分享这么多经验。谢谢。那君姐姐，我们下一站要去哪里呢？下一站赶快去看爷爷的路线图吧。走。来哟，路线图下一站。嘿，我们下一站要去的就是波兰。你知道吗，在波兰啊，那边有非常非常多的森林，不像德国一样哦。不过呢，其实这个波兰的森林里面有一种羊齿花，只要是得到它呢，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哦。羊齿类的植物会开花吗？好，只要下次准时收看听故事游世界，我们马上就告诉你们了。拜拜拜拜。那些商人好坏哦，就因为有了新的机器，就不需要解雇掉那些为他们卖命的工人，害他们没有工作，连自己的生活都过不去。难道那些商人就因为为了要赚钱就必须要牺牲掉那些工人吗？那个时候的美国有钱人啊，为了开拓土地呢，雇佣廉价的黑人、华人及爱尔兰人修建铁路。其实呢，黑人呢，他们出卖自己的劳力，生活非常的困苦。在白人眼中啊，他们不过是用来赚钱的工具，而且在社会上他们还处处受到有钱的白人歧视哦。在影片中啊，那些黑人好可怜哦，一部机器可以抵20个人力，而且约翰·亨利明明知道赢不了蒸汽机，为什么还要跟那个机器比赛，最后还赔了性命。虽然他知道啊，机器比人的力量还大，不过呢，机器如果报废就没有用啦。但是人却是有血有泪有感情的哦，所以他即使死了，但是呢，他的精神却一直流传下来。看到约翰·亨利倒下去的时候，我心里面好难过。表面上是机器赢了，但是约翰·亨利呢，在临死之前都不肯停下来的意志力啊，却流传在每个人的心中哦。这部片看起来好感人哦。看起来是约翰·亨利输了比赛，但是却赢得了人心。更感人的是妻子帕利安，她明知丈夫呢会丧失生命，但是却没有阻止她，因为呢她忍痛压抑自己对丈夫的爱，这样子啊才能够成就约翰对所有同胞的爱哦。也因此呢，约翰·亨利的故事啊，还有他的歌啊，就一直流传在每个人的心中。好，
哈哈，这就是西部的拓荒精神。嗯，真想再多了解一点美国的精神。 OK， 我们现在先去看地图吧。好，走。哎，你看台湾在这里，绕着太平洋，对岸就是美国了。哇，美国好远哦。在美国的西边呢是太平洋，东边是大西洋，而紧邻美国的国家呢，在南边是墨西哥，在北边是加拿大。我们现在赶快出发去我们世界之旅的第十站美国。 Let's go。 我们回顾整个美国立国的历程，在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以后，大约西元1600多年，欧洲的移民沿着美洲东部建立城镇。到了19世纪中期，因为美国铁路的兴建和淘金热潮，又造成了许多人心仪的风潮，再加上美国的民主精神、社会制度，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移民，使得美国人都充满了大胆尝试的精神。美国的人种大概是世界上最多的吧？没错，美国人民涵盖了许多不同的族群和人种。一开始是美国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在哥伦布到达新大陆之后，美国这个地方才慢慢有欧洲移民移入。现在大多数的移民都是从世界各地来的。除了欧洲移民之外，许多非洲裔的美国人，再加上亚裔、西班牙裔的人口每年都在增加，估计到了2050年，这些族群的人口会超过美国总人口的一半。接下来要介绍最能代表美国特色的大都会，那就是纽约。说到纽约，它是美国最大的都市，是许多人向往前去美国的目标所在。在那里，你可以看到最前卫的建筑、最前卫的艺术。不同的区域也保存了各区独特的景观。美国，你不得不赞叹它，虽然历史不长，却是个活力充沛的国家。哎，哈哈，你在写什么啊？我在写啊，我觉得美国的拓荒开创精神造就了世界第一大国，它包容了世界上来自各地的移民，更是了不起，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我觉得呢，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应该学习互相包容、互相尊重，这样子啊才能够和平共处哦。好啦，今天我们要推荐兰德玉这位同学，他有带他的美国旅游经验要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哦。又到了说上与分享这个单元哦。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同样的也邀请到了三位特别来宾。第一位呢就是聂云，聂大哥。Hello， 君君好。嗨，电视机前面小朋友、同学、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你好。在旁边这一位呢就是刘怡婷。大家好，君君姐姐好。嗯，你好。然后呢，这一位就是赖伯修。大家好，君君姐姐好。你好。我知道伯修你住在这个华盛顿 DC 有6年的时间了，对不对？对。然后呢，你今天在节目当中好像带了一个很特别的盘子哦。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盘子哦。这上面呢好多的人头，其实都是美国呢历届的每一位总统，对不对？好，那你这一位一定要讲一下吧。这是美国第一个总统。嗯，他就要做乔治华盛顿，也就是美国的国父哦，对不对？好，那我们再看我们再看这一位好了。这一位你来说一下，介绍一下吧。 Free the slave。 Free the slave， 就是他是呢美国这个总统叫林肯，也就是专门解放这个黑奴的这一位总统哦，对不对？好，我们知道呢，其实伯修呢，他你刚刚才从美国回来一年的时间，所以他今天在节目上有点紧张，有点害羞，因为他的中文不大好哦。对，不过他已经很努力在帮我们介绍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再看这个刘怡婷，你带了什么东西？这个是一个 dream catcher， 啊 ，dream catcher 就是一个许愿的一个吊饰，对，有点像。他们是美国的印第安人原住民啊，他们习惯把它放在床头，然后他们相信说这个东西可以把他们的好梦实现。然后把那些坏梦统统都消灭掉，消灭掉。所以你只要把这个挂在你的房间前面，然后每天晚上许一个愿望，就有可能会成真哦，对不对？对啊。
好啊，还有聂云，聂大哥，你带了更多宝贝了，对不对？因为我是住在美国西岸那边，加州哈，就是以前电影啊上面看到有那种西部牛仔啦，还有西部武打跟的印第安在那边哈。所以我今天带来几样东西呢，都是属于那边比较传统的一些东西。这个鞋子呢，很它的特色呢，就是它是印第安的手工做出来的一种鞋子，上面这些小珠珠看到没有？哇，很漂亮，很漂亮，颜色很鲜艳的，都是手工做的。对，那这是印第安传统穿的鞋子。那这一个呢，是印第安哈，他们在族里面呢，很多男生呢在一起啊讨论大事情的时候呢，都要坐在一起抽烟斗。还要一起抽烟斗。哎，那你看这上面也有他们的小珠珠，还有这个羽毛很特别啊，它是真正的这个乌鸦的羽毛。是，没有错。好 ，OK， 那我旁边这个呢，这算是美国比较近代，我觉得比较代表美国的哈，就是他那种追求这个自由哈，跟这种开放的精神。没错，没错。那现在呢，很多人就把这个哈雷机车哈当成美国的一种国宝级的一种摩托车了。哎，那这个呢是那个哈雷机车的一个模型，它也是一个电话机。哇，好特别哦。哎，它可以作为电话的使用。对啊，那很多人呢在这个骑哈雷的时候都会做一些改装啊，有自己的特色的。这个收藏品真的很棒哦。好，那我们再来前面看一看其他的东西。前面这几样就比较特别了哈。那这些呢，都是我当时哈在美国的时候哈，去玩的时候呢，参观了一个美国的一个古堡，就是当时去开发西部的时候，那边呢就有卖这样的一个马鞍，这个是很有，这是一个古董马鞍，是以前西部牛仔骑的，所以这也算是一个古董，哎，没错没错。好，那这边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西部牛仔以前穿的一种靴子，好，马靴，那美国的马靴很有特色的，因为它本身的皮质哈，一般来讲都是用美国的北美洲的那种水牛皮做的，水牛皮。那你可以看到有一些深颜色的皮啦，就是要做一些装饰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拿这个北美洲最多一种蛇类，就是那种响尾蛇的蛇皮，响尾蛇，哎，有毒的，来配合在一起，然后来这个展示很漂亮的这个样子。对，这个图文很特别，哎，没错。那我今天还有带一些其他的东西，可是呢，因为我找到了一个小 model 哈，可以帮我们展示一下。哇，真的吗？没错没错。好，那我们就掌声欢迎他出场。好好好，我欢迎西部牛仔。很帅气哦，来讲一下讲一下。你看呢，我穿的这个裤子呢，就是他们西部牛仔穿的，因为它是牛皮做的，所以可以防止摩擦，人家骑马就比较不会受伤，就不会受伤了，对不对？这个还有这个腰带，就是水牛皮做的，然后上面有一些装饰，印第安装的小珠珠。对，那天我在那家店里面哈，买了很多很多东西，被老板很高兴啊，就干脆呢就把那个店里面的招牌都请来，过来看一看。哇，连招牌都带回来了，这么厉害！哎，照店里面招牌哈。那我刚刚讲到，那美国那个时候呢，西部那边呢最大的两个族群，一个呢就是印第安一个酋长的样子造型，那这边呢就是个白人，那就是西部牛仔的造型了。Country Shop 就是他们的一个招牌，特别好棒哦！你一定也花了不少钱吧？哎，对，你看老招牌都送我了，你想想看花了多少钱啊？OK， 好，今天呢非常感谢你们三位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谢谢，分享这么多的故事，谢谢谢谢你们，好，谢谢。那俊英姐姐。看了这么多美国的文物啊，还有我这样的装扮，那我们下一站要去哪里呢？下一站我们大家赶快去看爷的路线图咯，走。嘿 ，OK， 爷爷的路线图，我们下一站呢要去的这个地方啊，也是同样有印第安原住民的加拿大哦。加拿大呢，它是位在这个北美洲最北边的一个国家。它比美国还要大哦。没错。好，那就请大家下一次准时收看《听故事游世界》，拜拜。大家好，又到了收藏与分享这个单元。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特别来宾来跟我们聊一聊哦。第一位呢，就是聂云，聂大哥。哎，君君好 ，Hello，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在旁边的这位就是王文琳，大家好，君君姐姐好，好好好，你好。还有这一位呢，就是严凡英，大家好，君君姐姐好，好好。凡英啊，你去加拿大的时候，你是去了哪些城市去玩？去 Vancouver。哦，就去了温哥华，是不是？对。那去了多久呢？每一个暑假都去。哦，你每一个暑假都可以去啊，然后是去玩而已啊。一边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形，一边学英文。哦，好棒哦，那就等于说是游学，对不对？好，那你来跟我们聊聊你今天带来的东西，好不好？这是加拿大原住民的图腾。他们把他们不同的族群刻在上面。哦，很多动物哈，很多动物的造型。所以这个有不同的意思在上面，对不对？没错。那这些松果呢？这些松果是在加拿大森林里面捡到的，所以我把它带回来当做纪念。一个很棒的纪念品哦，而且自己捡回来的，对不对？对。好，那文琳呢？你去加拿大是去了哪些城市？我也是去 Vancouver。哦，你也去温哥华玩？对。那去了多久？
我是每一个暑假去都有去两个月。你也是每个暑假都去？嗯、你们两个认识吗？我们是表姐妹、哦、所以你们每个暑假都会结伴一起去温哥华游学这样子。对，嗯，真的很好。好，那你介绍一下你带来的东西。这是印第安娃娃，嗯，好可爱，不老精致、嗯。我觉得他的衣服啊，还有头上那个东西啊，就是很有印装饰品、嗯、头饰，很有印第安人的特色，所以把它买回来，很棒。啊，这个嘞啊，那个是印第安人啊，都会穿靴子、嗯。这个是比较精致的靴子，是给酋长穿的、嗯，难怪看起来比较华丽哈、嗯。还好，那聂云聂大哥您呢？哦，我带来今天这个啊，这个是一个纪念品啊，嗯、它呢就是多伦多那边的一个地标，叫做 CN Tower。OK， 那这个呢地标非常非常非常的高，它有553公尺那么高，所以很多观光客到那边去呢，就一定要去那里哈，跟他一起照相啦，好，或者是坐电梯可以坐到这个顶上来，可以看到整个多伦多的景色，非常非常壮观的。嗯、那这边这两个呢，这是装饰品哈、啊，它的名字啊叫做绿头燕鹅。那在这个加拿大那个地方呢，也有很多这种鸟类，所以呢它就变成当地的一个特色了。嗯，好可爱、嗯。好，那我们再看看你带其他东西吧。哦、前面这些好。前面这些哈、啊、是属于那个加拿大那边一个原住民的一个族群，他们的名字叫做 Squamish， 那他们呢会用很多的木头哈、啊、雕刻出一些东西来。那我今天带来的这第一个，这个呢是他们当地哈、啊、用来这种祈福用的一种东西，所以摇一摇，哎，你看还有声音的，嗯，这个造型也是很可爱的哈、啊。那其他几样东西呢？因为这个族群他们当时啊也有一些神，他们会祭拜的啊。那他们的神呢都是来自于大自然，他们周边所看到的一些动物啊。所以这边这一个呢是他们四大守护神之一哈、啊。这个造型呢其实它代表的是一个狼。狼。嗯，那本身呢摇一摇也有声音，你看跟台湾的灵骨好像。哎，没错，就是那个意义哈、啊。那这边这个哈、啊，这个就很壮观了。这个比较大的这一个呢，其实它的造型哈、啊、是代表的是一个鸟。OK， 那它代表的其实是乌鸦，那乌鸦呢也是这个 Squamish 族群他们的守护神之一。那这边还有几个，可以来看一下哈。那这边这几个呢，像我刚刚讲的，因为他们呢都是拿周边的一些动物拿来做代表哈。那这个呢，在他们是靠海为生的，所以呢常常出海捕鱼的时候呢，就会看到这种老鹰在那外面一起抓鱼哈。所以呢，他们把这种老鹰呢也做成他们其中的一个守护神之一了。OK， 那这个呢是当时他们看到海里面觉得，哎呦，怎么有海怪啊？就后来发现、哦、不是海怪，原来是杀人鲸。哦，杀人鲸非常的巨大、哦。对，那所以呢，他们后来把杀人鲸呢也把它做成当时他们的一个守护神之一了。嗯，其实呢，我自己也去过这个加拿大哦。哇哦。对，然后你带回来的纪念品啊。这个就是加拿大最有名的枫叶，然后是我自己捡，然后把它做成这个干的一个标本。好，然后你们看哦，这边有这一张照片呢，其实也是刚刚我们聊到很多有关印第安人的东西，然后这后面有三个呢，就是他们印第安人的一个雕像，然后跟他们一起合照留念这样子。哇哦，嗯，好。今天呢，非常感谢你们三位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好玩的事情。嗯，那君英姐姐，我们下一站要去哪里探险？下一站，那我们赶快去看爷爷的路线图吧。好，走。哎，看我们的路线图，噔噔噔噔，好哇！我们下一站要去的地方就是南非这个国家哦。嗯，听说他们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哎。其实啊，在南非不仅野生动物多，他们的人种也很多、哦。他们是经历了非常多的种族纠纷之后呢，才形成现在的风貌哦。好，那就请你们大家准时再收看《听故事游世界》，拜拜。哇，好棒哦！又到了收藏与分享这个单元。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第一位特别来宾就是贾永杰，永杰姐姐。小朋友们好，君君好，好好好，姐姐好，你好。第二位呢，就是张志强。大家好，君君姐好，好好好。嗯，你好，好志强啊，我来问你一下，你到南非有多长的时间呢？嗯，我们大概去了13天吧。13天啊，那你去了哪些地方玩？像开普敦啊、约翰尼斯堡啊，还有普利托利亚这个。哇，你去了三个不同的城市哦。嗯、好，那你今天要给我们介绍什么东西呢？嗯，这个就是我去约翰尼斯堡那个跳蚤市场买的木雕。因为我们知道南非的动物非常多，对不对？它有很多不同动物的造型，你看这个大象啊、河马，还有犀牛，哇，这些都刻很棒，然后所以我把它买。真的哦，好，那你这边呢，还有一张很特别的照片，你骑在一个动物上面，要不要讲一下是什么动物？然后就是我骑在鸵鸟上面，然后这样可以照相。你会不会怕？不会。那你觉得骑鸵鸟什么感觉嘞？嗯，就是毛茸茸，然后很保暖。很保暖啊，因为那时候天气蛮冷的。
不过鸵鸟应该跑得很快吧？嗯，好。然后我们再看这一个，咦，坐在这个什么东西啊？这是鸵鸟蛋，就是我坐在鸵鸟蛋上面，然后看它能支撑多少重量。哇，所以这个鸵鸟蛋的蛋壳真的很硬哈、哦，你一个小朋友坐在上面都还不会破掉。嗯，对啊，我今天还带来两个鸵鸟蛋。嗯，我们来看一下你带的鸵鸟蛋。然后这个上面的图案还是一颗开普敦上面那个桌山的图案。桌山的图案，好，然后这一张照片呢，就跟这个桌山好像有关系。对啊，这是我在桌山上面拍的。啊，你看这后面这个就是桌山。嗯，那你怎么上去这个山顶呢？就是坐缆车。要坐一种缆车。可以360度旋转。哇，这么特别啊！所以就可以整个下面的景观都看得很清楚了。对啊，然后转弯，然后刚好就到。那它上面有没有什么老鼠啊，还是什么？我知道那上面有一种很大很大的一个老鼠，鼹鼠，叫鼹鼠。对，你有看过吗？有啊，就是看到几只，不过不敢靠近，因为什么？因为怕被咬。那个老鼠很凶，对不对？好，那永杰呢？其实你去南非也是去玩吗？我是去约翰尼斯堡，然后去那边工作。哦、我的工作呢，就是要去挖钻石，因为对南非那边盛产钻石嘛、嗯。然后我到那边是因为要去出外景，嗯、然后那边就想希望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钻石开采的生活。是，嗯，好，那你今天带来的东西，我当然不是带钻石来了，因为我们其实还是不能够把那边的钻石带出来。那我带来了很多东西，是我从这个约翰尼斯堡，也是跳蚤市场买来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呢，是他们那边的一个稀有动物，它长得又像鸡又像鸟。你看它的头是鸡，然后身体看起来呢是鸟，很特别哦。这是用木头去雕刻的，对，嗯。然后这个娃娃呢，是他们那边的少数民族，叫做 Roto 族。那可以看到很特别的就是，你看啊、哦，我刚刚看到这个，它带来的市场带来的蛋呢，也是黑白色系。然后你看到我这个也是黑白色系，嗯。然后这个Roto族的衣服呢，其实大概看起来呢，也是黑白色系的。所以其实这个土著他们呢，很喜欢用黑白色系来作画，常用的一个对比。嗯，没错。然后再接下来这个呢，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新娘。这是他的新娘礼服，哇，特别吧，真的很不一样哦。对，然后再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两个族群呢，就是祖鲁族人，那这是南非那个黑人族群当中最大的一个族，祖鲁族。祖鲁族，好，我们再下来看看这个雕刻。我们还有很多祖鲁族的东西要介绍给大家看的。这个呢，就是一个祖鲁族的勇士，看起来就是勇猛，然后很会打猎的样子。对啊，对，带了很多武器的。嗯，然后这边呢是祖鲁族人的这个美女，我们可以看到她的脖子上面呢，他们都要戴那个金环，有没有？嗯，对，应该是戴这种环戴的越多，就代表你越美丽。没错，没错，他们从小就要开始他们这个环带上去了。嗯，好，那我们再过来看看这个呢，就是非常稀有的这个羚羊皮。哇，可以摸摸看吗？当然可以啊。其实可以感觉一下，它的毛真的非常柔软，好顺哦，很顺，很细致的感觉。对，嗯，好。今天呢，就非常感谢你们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谢谢，谢谢。好啦，君姐姐，我们下一站要去哪里呢？好，那我们现在赶快去看爷爷的路线图哦。走吧，嗯，走。来，哎，那我们下一站要去的地方，哦，终点站嘞。没错，好快哦，下一站就是我们终点站，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澳洲哦，澳洲。不就是无尾熊的故乡吗？对，澳洲有很多的无尾熊，还有袋鼠啊，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羊群哦。而且你们知道吗？这个2000年的奥运会啊，就是在澳洲的雪梨所举办的哦。好，你们想要了解更多有关澳洲的事情吗？只要下次准时收看《听故事游世界》，拜拜拜拜。好棒哦，又到我们收藏与分享这个单元哦。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三个特别来宾哦。第一位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辉哥徐杰辉。大家好，我又来了 ，Hello。然后在辉哥旁边呢，就非常可爱的
庄佩如小妹妹。大家好，志军姐姐好。你好。欢迎。还有很可爱的陈梦洁。大家好，志军姐姐好。你好。陈梦洁呢，上一次你去澳洲的时候其实是有个很重要的任务，对不对？你跟我们聊一聊是什么样的任务好不好？那个时候就是去迎亲小天，当迎亲小天使。然后呢，那时候我们就是接力奇和夏娃回来的，我还有跟李奇拍照。就是在这边你看啊，这个照片哦，我知道你这边还有一个 T 恤，这个 T 恤就是也是上次你去当这个迎亲小天使的时候他们特别设计然后纪念这个活动，对不对？嗯。哇，好漂亮哦。很可爱，对不对？尾熊。对啊，两只尾熊。佩如呢，什么原因去澳洲？你是有特别的任务吗？没有，就是三年前的时候我们就去那边玩。去观光。那你有带什么东西要跟我们分享的吗？就是有布里斯本国家公园里萤火虫洞的照片啊，是不是就是这一张？对，哇，这全部都萤火虫，对，这边有很多发亮的，对，其实这都是萤火虫，好漂亮啊！而且这张照片是白天拍的，对不对？对对，可是在这个山洞里面，你看这么多萤火虫，好像满天星光哦，很漂亮哦。好，那你要给我们介绍什么呢？还有这只回力镖，这只回力镖是当地原住民用来捕猎袋鼠的。就可以用这只就可以捕猎袋鼠。这个我知道，他们就是比方说会发出一个声音，然后袋鼠就什么事情，然后他就就晕倒了这样子。真的吗？对啊，听起来袋鼠有点笨。好奇心啊，袋鼠会有好奇心啊。对，好，还有换到我们男生介绍了，对不对？好看，我跟你讲哦，在澳洲这块土地上呢，有很多不同种族的这种原住民嘛。那我介绍这个就是金伯利族的这个创世祖先，他叫 Wangjun 啊。那他为什么会被人家特别的尊敬呢？是因为相传哦，他有呼风唤雨的这个神力啊。所以我个人研究呢，他是不是就澳洲的雨神？哦，应该就是哦。哦，厉害哦。还有一个更厉害的，真的。等一下哦，你看，哇！我想应该不是用来打棒球的吧？当然不是啦，这个呢叫迪基里杜哦，那这个呢是现在他们拿来，比方说一些庆典上面使用的乐器。但是呢，更早之前呢，他们是把它拿来做什么？是这个部落跟部落传递讯息的一个好工具。你听哦。就是这样。哇，好厉害哦！你要不要试试看？好，试试看。哎呦！为什么我吹不出声音呢？好，试试看。我发现，哇塞，不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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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乐器果然是要肺活量很大的人才可以吹得出来对，那这边呢，还有这个也是他们当地的乐器，对不对？那应该怎么使用？你们可不可以教我们？就是用两只棒子敲击，这样子啊，就这样子就可以敲击出声音了。哎，那我们就来一个音乐会，你觉得怎么样？哎，不错哦，好主意，来吧，预备，开始。吹要完成，吹很多次头会晕，有种缺氧的感觉。对。不过今天真的很开心哦，你们三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这边呢，也要告诉大家哦，其实我们今天澳洲这一站已经是我们的终点站了耶。对。那这么快就结束了？对啊，可是其实我们之前已经去过13个国家，加澳洲已经总共13个国家咯。去过哪些地方啊？来，我们来看一看哈。好，爷爷的路线图。哎，你看。我们的起点是以色列。对，我们从以色列出发。我有去过。西亚。阿拉伯。哦，我有去过。新加坡。蒙古，哎呦，挪威，哇，丹麦，这个好，德国，哦，波兰，美国，哎呦，加拿大，南非，最后一个是澳洲，绕一大圈嘞，对呀，我们已经完成我们的世界之旅咯，希望我们下次能够去更精彩更好玩的地方。对，没错，在这边呢特别感谢大家这一季的收看哦，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两个的主持，对不对？好，希望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再见面哦。 OK， 拜拜拜拜拜拜。